可是游乐园里的冠军哦。真的吗师傅？假的。好了，我们赶紧进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。是真的，你们听我说完吧。哎，你们看这个是什么？嗯，哇，是森林过山车。森林过山车，哇，太棒了。我们来比赛，看谁最快到那儿，好不好？好啊。1、2、3。小哥哥，他们会去坐过山车吗？笨蛋，这还用问吗？咱们抄近路，一定要比他们早一步到森林过山车。四代祖先保佑，这次一定抓到鸡。等等我，笨蛋，小声一点。小鸡们来了，胖乎乎，一会儿服务要热情周到，千万不能让小鸡们识破我们的身份。好想玩啊。尊敬的游客晚上好。这么晚了你们还在上班呢？出来挣钱不容易啊，今天如果不满100个游客，这个月又被扣钱了。是呀，累死了，这么晚了都不让人睡觉，不给饭吃就算了，还要逼着人家干活。好可怜啊。胖虎虎演技有所提高啊。那你们今天还差多少个游客呀？三个，我们刚好就差三个了。三个好了，我们正好三个人，我们快去玩吧。是啊是啊，那就快请上车吧。等会儿都进我的肚子里。等等，门道被识破了，不行，我要镇定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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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年轻人，你要好好努力呀！青春是充满热血的。请大家系好安全带，车马上就要开动了。哎呀，这么紧的安全带呀！紧了才跑不掉嘛！小鸡们，松手了！哎呀，安全带好紧呐！你们跑不掉了！小鸡们跑了，不用你说我也看得到，他们跑的速度那么快，我们怎么抓呀？哎，有了。瘦哥哥，你又想到什么坏主意了吗？那还用说，小鸡们可以坐过山车，难道咱们就不可以坐吗？对呀，我怎么想不到啊。瘦哥哥，你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黄鼠狼。一般一般，世界第三。正好车来了，胖乎乎，我们抓小鸡去。四代祖先保佑，这次一定抓到鸡。
好险呐、哦！太刺激了！呀、啊！气死我了！小鸡来了，小鸡们变成烤鸡的日子到了。小龙，快想办法！为什么烧成灰了都不掉下来呢？小鸡们就要过来了，胖乎乎，快准备好炸弹，把小鸡们炸上天。嗯，坏小鸡，这一路我们都埋了炸药，我们来个连环大爆炸，看你们怎么逃。小鸡这回完蛋了，嘿嘿，树哥哥，把整条轨道都炸了，我们是不是太坏了呀？笨蛋，想想我们为抓鸡所受的苦，这算得了什么呀？树哥哥，这话说到我心坎上了，为了抓鸡我们实在太不容易了。快点放炸药，小鸡们一会儿就要来了，把剩下的全部拿出来，这次他们插翅也难飞了。累死了，总算是装好了。快快快，小鸡们马上就要到了。又是这两个坏家伙。小龙、树大鸡，你们坐稳了，我要加速了。黄鼠狼、啊，你们就等着变炸鸡吧！要爆炸了！爆炸变得更猛烈些吧！惨了惨了，就要炸到了！小龙、鸡弟，不如我们跳车吧！不行啊，太高了！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小龙、树大鸡，坐稳了，这是我们的生死时速，全速前进！天哪！哇，太刺激了！哎呀，差点就成炸鸡了！还好跑得快，真是太危险了！哼，都是那两个黄鼠狼搞的鬼。不过这游戏还是挺刺激的。好了，我们还是快回家吧。其实这里还是挺好玩的。是啊是啊。哎呀，我的屁股都吓麻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小哥哥，快快想想办法呀！我什么时候才能吃到鸡肉啊？小鸡，你们给我等着瞧！快快
站起望远镜，看着可别眨眼睛，热气就轰隆隆加马力，这是最冒险的party。爱冒险的伙伴们来 happy， 我会手忙地抓住一道霹雳。别想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挺起胸，别再犹豫，在大草原上驾驶着轰炸机。睁开眼，这是哪里？正待在鲸鱼